大家好呀，我是小陈，现在早上5点左右，要去跑这个10K 的马拉松。昨天呢，我领到了装备，但是我感觉那个衣服穿上不太舒服，它是一个背心，然后穿上自己的衣服，这个比较稀罕。现在我就要去试衣去，然后就开始人生第一次的试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下来就下雨，然后又刮风的，天气倒是挺凉快，但是这个天跑着不舒服呀，地上都是水。我看到其他选手在我们酒店里，这边有人在坐着，其他选手上面雨水滴滴答答的。第一次参加，看别人怎么样啊，然后我看他们几点过去。路上已经慢慢开始有人去 check in， 现在开始装备。这是兔子吧？哦，这是不是？这是骑自行车跟着他们，不是兔子。好多人都往那边走。うまくいかない言葉かけてなだれる夏の空の下どうにかなれとささやいた輝いたんだ最高潮さ届け。现在已经进来，然后被分在 B 区。区里面看大神好多，看身体就能看着。这边还有兔子，有1小时20分的兔子，1小时15分的兔子。这边就是兔子，1小时20分的兔子。前面还有1小时15分的兔子，还有1小时10分的兔子，我就跟着1小时20分的兔子跑着讲。应该是差不多的，这1小时20分的兔子我就跟着它，差不多应该就能结束了。这是我们的兔子，然后旁边一直有个人，应该是他们朋友，我也在一直跟着他们。继续了，现在大概过了6公里，然后跟着这兔子一块儿，有点很累。哎呀，还好，并不是很累，可以往前跑。前面人好多，已经跑了9公里了，但是最后一段还是上坡，真的是坑啊！真的好累，9公里，还差最后1公里，还是越来越胖。我现在跑完了，看我这个奖牌，我这个号21808，然后发的水，休息一会儿，那边好吃的，啊，人生第一次，感觉太爽了。刚开始呢，前面5公里，我跟着那个兔子，然后他说他是1小时15分钟跑完，然后就一直跟着他，然后等到7公里的时候，我感觉速度可以更快。但现在时间没有出来，等等看，时间什么时候能出来吧。然后，但是我刚才大概看了一眼，跑了大概是1小时12分左右，感觉还行，并不是说跑不完，还行还行，加油加油啊！等待下一次。然后跑完步再来按个摩。那边也是。都跑完了，边有人坐着，看一下，还有这边，来捏一下，放松一下，再看一下这个奖牌，真好看，挑战一下，
妈的，这个按摩膏就是应该是这个牌子，不算打广告，叫什么拳王牌，一般就是打拳的打累了然后按摩一下，这是他们的按摩膏搞的这个活动我才知道，然后就可以在这免费按摩，一个人是15分钟，只要你考完。开心开心开心。然后轮到我了，跑到累死了，腿都跑粗了，明天歇一天。OK， 咱们抹按摩膏，然后按一下。好，300D。好，300。好，300。然后累死了，我这个鞋也黑了。按完摩之后再来领一个饮料。饮料，饮料，然后有水，拿吃的。这边领，这边是残疾人的队伍，咱残疾人有的跑的也挺快的。老板，干啥嘞？那啥 ？OK， 好。把勺子拿过来，这个是。然后有一点点南京 sausage， 还有一个半个蛋，还有这个能量水，我觉得超市没见过，还有一瓶小水，我早上吃了，鞋子也脏了，我得再去领个冰激凌吃，吃个甜品。再领一个冰淇淋，把票给他 ，IT， 不用看，随便拿。哎呦，不知道这是啥，巧克力是啥？不知道这，看着七彩的，不知道好吃不好吃。打开看看，冰淇淋这样，看着不怎么好吃，涩涩。比赛完吃完这玩意儿还真舒服，好吃，酸酸的，酸软的，还在出汗。好了，这次视频就在这儿了，下视频见，拜拜。